处转悠，四处旅游，包括就这次来荆州，发现好多地方我想看，然后发现没有那么多时间看，就是如果有空闲的时间，我想再来一趟荆州，然后去作为一个游客在荆州转一圈。比如呢，什么地方你想去，没时间去，我明天替你去。就比如说我现在住的那个度假区，我觉得里面我都没有转过来，我就特别想转一转啊，所以很多晚上我就溜达。好，对。之后的话，去拍摄新作品，然后以及啊还有其他的作品呢，上台见面。这么多古装戏，如果给自己古装扮相打分的话，你会打多少分？打零分。这么谦虚啊，你们承认吗？你们同意吗？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，不同意，我也不